大家好，那今天呢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蓝珍珠的手法。那蓝珍珠呢是有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皮肤还有就是去皱的。那所以手法很简单，把蓝珍珠打开就是用手拧开它就可以了，很方便。当你把蓝珍珠打开以后呢，我会直接把蓝珍珠的精华挤到脸上，不用碰到手指，这样子呢就可以 make sure 所有的精华都在脸上。我会均匀的把蓝珍珠涂在不同的部位，额头、脸颊、下巴，然后再用两个手指，这两个手指去按摩，一个放在鼻翼旁边，一个放在眼袋那个位置，然后慢慢往上往外往上往外的去拉，另外一只手在太原穴那边往上去提拉，这样子呢就会有帮助我们瘦脸还有提升的效果。另外一边同一样用两个手指，眼鼻翼跟眼袋下面，然后另外一个手在太原穴那边去往上拉，轻轻的，因为你不想把皮肤拉得太夸张。当两边均匀的涂上以后，我们继续去用这两个手指去往上往外去提升，额头记得要往上，一直往上，记得眉毛也很重要，所以我们要从眉毛那边开始推，因为都是有很多穴位，那所以你看到手法都是往上往外推的，但是呢，一定要记得，一定要推到发线那一个部位，因为发线那一些部位还是有穴位，你只要把穴位轻轻的按一下，就会有帮助我们提升的效果。额头记得就是要眉毛，从眉毛开始到发线，这样子呢，你按摩大概3到5分钟，整个精华都被皮肤吸进去，这样子我们就做完蓝珍珠了。有剩的也可以把脖子做一下，帮助我们脖子的颈纹。谢谢大家。